曾经，我知影讲你对曹凤真规矩，伊即摆就是用即件代志来甲阮威胁，叫阮甲曹静合作，所以拜托你，请你将代志真相讲互阮知影，好无？我嘛是由曹凤连来才知影即件代志，伊是曹凤的老体，是我造成的。迄天我伫病院，伫拖涂骹的时阵，迄天有病人伫拖。 你安怎了？啊！速度快到真难过啦！歹势歹势啦，我拄好伫床头骹，还袂当，我想讲提高姿态来去，想袂到你着先跋倒啊！你袂要紧无？有要紧无要紧，你袂要紧来写哦！啊！你即摆有心啊？袂当安尼写？我带你去检查啦！莫遐讲话哦，正常话。 曹凤连续两届拢写甲真重，我实在袂放心，就倒去饭店看卖啊。曹凤的哥哥真赶紧带去病院，啊，不过看到伊流血，应该是漏体啊。曹凤，害你失去囡仔，我真失礼，我嘛真艰苦。叶淑琴，你唔免讲甲你有完也惭愧。 你害我的囡仔无去啊！其实你心肝内真欢喜着。我无，囡仔是母狗的，我哪有可能会欢喜？你若是安尼，你就应该甲我斗三工啊！我叫你渐渐，你就无应该讲话。你背袂起的，我就叫伊入家来担啊！你是要做要破坏我的计划啊？这代志我是管袂着啦，啊，不过你即摆欺骗的是嘉玲，啊，佮有厝在的淑女，甚至将阮家己拢总拖拖落，凭这点。 我用法律的程序哦，对咱告你啊啦！我无了方世杰因妈害我老体，又阁安怎？我无了张嘉玲，又阁安怎？结局就是你莫跟阮哥合作尔嘛，你有啥物损失？无啊！你要告是无？好啊，大家做伙来补啊！我就给大业集团哦，大刚给周刊报纸了。你要告什么企业形象哦？免告啊啦！ 真正是哦，名牌一交哦，天下无难输啦！早就知你安尼讲，好佳哉啦，我已经设计哦，曹庆甲朱庆哦，回去企业收风的公司，即嘛钱伫个别人落袋仔内底哦，就会当互你兄妹仔感受一下，人欺骗、刁难，跟有威胁什么滋味？哥，你想办法，想办法给套回来。其实。 啊！这代志也无需要补到这歹看，对不？八亿尔尔呢，对你来讲三百，你也无看就白啊！我相信你搞创工哦，绝对唔是因为这钱啊！哈，我唔对了。其实这八亿的机票我已经传好了呢。只要叫你好好回去的，好好忏悔，我钱就马上还你，然后咱就合作。 马上结束以后，咱就无任何牵连啦。这闹成问题啊！是嘞，是嘞，我是万唔对。哎，来滚双球好不？嘿嘿嘿嘿，我是点么心里拢无啊？你若是讲这八亿交好赚哦，切！我真行李会用的，你即马马上向我阿嬷，还佮有嘉玲，规个回事嘞。老夫人啊，你即个孙哦，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来欺骗我，你应该拢知啦吼。
我应该借问一下哦，你是安怎教孙的？你真正顾在意哦，把恁业界名声拢毁掉了。这都要问你家己啊！你明明知影曹凤闹这代志，跟家人因拢无关系，你是安怎要扭头清困？这些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。恁拢共款，恁共党的，恁拢串通的，要设计我，我无可能跪啦。你真正有够爱民主的，你只要回失了，你就八亿，八亿多，无人会失了这么值钱的。我只是要讨一个公道，你最好家己想清楚。林北，你袂爽？曹凤，哦，恁哥开钱哦，足拍手的呢，一届八亿呢。要还伊阁无哎，赞赞赞！我看伊是无拍算哦，要甲你的钱哦，摕倒转去啦。啊？哥，你卡头舞动是变到这样子的哦？紧过来回实的，我甲你讲哦，那钱是我的，不是你的哦。啊，若无你想办法，家己西北转来还我。是嘞，拢是我唔对。哈，歹势歹势，你讲啥物啊？我这样听无，较大声，你讲啥？哈，是嘞，我无应该利用阮小妹闹体的代志，甲你威胁，甲你恐吓，我无应该找人吓甲大汉夫人，我无应该破坏土地买卖，一切拢是我的唔对。是嘞，是嘞，拢嘛你啦！你老底真相，若两早我知影，今仔日袂补到这块地步啦。你啦，戆个小摊，才来补到规大堆代志啦。佮讲恁小妹是，就是唔。你啦，好说讲恁哥，佮徛伫遐，赶快归落来回室内啦。凭什么啊？安怎，拢无做唔对哦？唔免甲家庭回失嘞哦。八亿，无想要摕倒转去哦，哈哈哈。贵啊！你拄仔叫我贵呢，你家说免贵哦。钱若摕袂转来，是你家己问题哦。你莫乱到我家来，叫我去讨哦。贵啦！是嘞。我知道我唔对啊，这个代志我冇记。是嘞是嘞是嘞，阿丽英啊吼，你安尼敢真正有咧忏悔？你做阮业界新妇时阵，阮大家拢对你袂歹呢，结果你煞一错再错，规个拢假骗去啊！你安尼敢真正有咧反省？但我已经讲啊，我知影我唔对，我嘛已经回失礼啊。就算你甲少强离婚啊，啊，不过人甲人之间，至少还阁有一点仔情分。结果你煞同款，处处针对阮，一届阁一届，伤害糟蹋这无辜的人，你真正有够让人失望的。等你骂啊骂，我跪嘛跪啊，机票再还我啊。哎，当然没人接啦！哦，你平常是安怎糟蹋人的哦？即马这轮回哦，该轮轮转来啊！这不都要开始呢 ？Show time！ 我有听讲，恁哦毕加林家这威士忌哦，规个财管恁个土，恁也是无放袂起吼。你敢有需要安尼对待阮兄妹？好啦，我要毕业啦，你立马安静啦，啊！嘿，那是爱这八亿咯，就好好领，好的。
哎，歹势歹势，啊，啉无到一半呢，啊，这八爷。嘉玲啊，阿妈，伊就是安尼甲人糟蹋的，你倒会试看卖这是什么滋味，让伊知影伊家己有外可哦。看看看嘞，你冇接无啊？喂，这是要怎？这是我大头家啊，太祖阿公的最爱啊！阿哥，歹势，别想这，到消化者。哦，你一分钟啦吼，奖你一罐哦，就奖欠你一个，开始。哦，剩五十秒啊！啊，唔紧嘞。紧哦，紧哦，时间剩无偌济哦。伊应该拢受着教示啊，安尼就用诶。好啦，即摆是哦，老夫人替你求情啦。来，这個、声明书有写，嘲讽闹天哦，甲本个连么关系拢无。签签诶，好，你机票你咱摕去转去啊。你说要安怎做？你若要过伊妨碍自由，我会斗斗相共。星星，这袂当怪我，这是阮哥的主意。我这嘛袂当怪我，我替伊斗相共处理尔。人是你不做的呢？哎，你喊自己自由呢？好啊，莫阁讲啊，我袂提出告诉。我讲我对你真歹势，害你的囡仔无去是真实的，所以我袂告你。啊！不过我希望你莫阁执迷不悟，莫阁做伤害大家的代志啊！既然这么安尼，机票是不是当好？那对鞋帽啊，有一个大大的架势啊。